继续安排妞妞妞妞乐乐哦，不啦，乐乐较等你哈，来安排先安排嘉义一个，紧嘞，来安排咱这位同甘又气的本团的团子，来嘉义，台上的贵宾大家阿妈大家好，掌声鼓励。张嘉译，祝大家身体健康、快快乐乐，谢谢。朋友不知道你叫做黑猫公主，要长得口齿清晰，大家才会记得住。来安排我们的嘉译黑猫小公主，来安排这首最健康的男生。非常好听的歌曲，也感谢我们现场的嘉宾，我们现场好朋友给我们非常热情的掌声鼓励了啊！接下来继续安排。